随我一响，破天明迷茫，心如之间八卦四方，提胸一出狂，开个直杀云雾抵挡，飘江山最狂，七剑之下传了浩荡，莫问寒暑去何往，莫自放胆笑多轻狂、yeah! 胸中苍穹旋转，三十六天罡迎着交出谷中，留你们全尸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就死了。月儿，靠你了。双华冰剑。人类，哼，无聊这么多年，姑且陪你们玩玩。斩魂斩！你们先走，我拖住他。寂灭斩，死天！等太久了吗？去吧，把谷钟拿回来。
师姐。加速，我们离开这儿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些交情，我就不会杀你？师弟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活不了几年的家伙，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若你还敢插手，我不会再这么客气。便是天地墓。果然有禁制，看来单用蛮力是打不开的。起作用了。只是这速度也太慢了。十息之内解决他们。帮我拖延一点时间，交给我们。怎么样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小贝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我可提醒你，抢我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多谢提醒，前辈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果然，天蓝宗里的都是一群废物。我天蓝宗没有会的身份，只有站着死。不，他有自尽。何必？他是老祖。伤我弟弟，辱我天蓝。一个练气期间还敢大放厥词，练气瞬秒凝神，这个穴道到底是何方神圣？